10月17号下午，彭佳慧在北京发布了新专辑《My Moments》最佳时分。彭佳慧良好的唱功震撼着现场的每一个听众的小心脏，但似乎她的儿子却不买妈妈的账。我说 ：“Brandon， 你觉得彭佳慧唱得好还是 Adele 唱得好？”他就这样看看我，当然是 Adele 啊。尽管如此，彭佳慧依旧很享受辣妈这个职称。我觉得妈妈这个角色是全世界最难的，无法辞职，然后但是可以越做越好。